2019年4月18日13点17分，联合报记者刘伯钧及时报道北捷暂停营运。读者提供分享：花莲县13时01分发生规模 6.1 地震，深度20公里，北部预估震度达到4级以上。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目前所有车辆到站清车，待巡轨员确认轨道状况安全无虞，才会再重新行驶。预估作业时间2个小时强震，北捷疏散乘客净空。图，读者提供分享：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